学，不要沉迷游戏哦。电子竞技没关系。一群废物。又到周末，玩玩游戏吧。First blood。嘲讽。一博，笑什么？没想到你打游戏还挺有个性的。切，不，我刚玩还不太会。肖老师有时间带带我。嗯，可以啊。啊，你觉得给你找个老师当嫂子怎么样？啊，我觉得你不对劲。这不行，一起玩吧。你怎么过来？传给他个电影。传着这个，怎么样？好喝。肖老师，既然都撸了猫，不如你追人一向这么磨蹭。别吵那么早。肖老师，没什么，对吧，嫂子？什么东西？这不是嘲讽我那个人吗？手机还关机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我会不会跟你谈一个网恋了吧？这不是你的衣服吧？其实事情就是你想象的。什么？我怎么又塌了？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睡觉？因为隔着一下，绝对是真的。